咱四个上面拢有啊，吼，主要想着一个故事啊，一个五万故事。这个五万就是猜测哇，一领迄个彩色的啦，哦，唔知有人听过我讲哦。以前有一只足平凡的猪啊，哦，啊，伊个梦，伊就是伊梦想，伊理想是讲会当编织一领房啊，啊，迄个房啊是彩色，真水的房啊。伊个动物就甲笑讲，无可能啊！你别安尼含蓄梦想，你遐猪肝就安尼甲笑。但是哦，伊有缘哦，无灰心啦，足努力足拍拼。刮风下雨落雨，暗暝伊拢一日咧编织只笼啊，所以真认真研究各种方法来咧编织只笼，即个猪肝。哦，啊伊动物就甲学会啦。哦，伊即摆一段时间了后，真正果然伊这个人吼，一编织甲真水，佮真强。哦，伊因个动物了，就甲学会讲，哦，伊是个真厉害啊。但是这猪女个，伊有缘哦，心有缘也袂欢喜啦。因为安怎，伊有缘无得着讲，伊个梦想来讲，连五万块会当编织一个足好个梦，彩色个梦，伊也袂着。哦，啊，有一个暗暝。伊就甲上帝，伊就有哪忝嘛，哦，啊伊就甲上帝求啊，讲上帝啊，你会当把教我即个闭关出来，当变即个彩色房即个闭关出来。若是无即个闭关，无你把教我，让我打消这个念头，啊，停止即个变质即个房，即个房，哦，第一伊在咧甲祈祷，安尼做无得个，伊有哪忝嘛，即一个界安尼，伊上久个时间无法度当完成即个。彩色啦，哦，啊，到透早的时哦，这温柔的阳光哦，怎啊射入来，射过来的时，蜘蛛哦，这只蜘蛛哦，很惊讶发现讲，哦，啊，这个房哦，因为这阳光哦，这阳光照在这个房内露珠上顶外，所以哦，变成七彩虹膜，咱知影有迄个落雨了有迄个天对无，有七个色，都有七彩虹膜对。七彩红红，这个吧，哦，哎，就怀疑讲，哦，伊讲了解讲，哦，原来哦，编织这个网的闭关是对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故事伊是要讲讲，咱来努力一分分，了后呢，上帝会甲完成咱另外一部分啦，他必然完成我们另外一部分，所以咱来尽力去做，尽力做了后。上帝的确要感谢，咱说唔嘛，但是，你相信我。